它这里面是有两个终点站，一个是这个终点站一，一个终点二，然后那个位置航空的都是终点站一，也就是说到时候我得倒下车。刚才我过来是确定了一下，看来确实是这样。这个二的话是新修的啊，非常的好，而且地铁是直接通过来的。但是一它不通道，所以呢就必须得坐它这个穿梭巴士。我看了一下，最早的那班是7:15啊，然后应该是赶得上，我觉得啊，时间如果不是特别紧的话，不行我就打车了，打车过去，因为时间太紧了。这个就是穿梭巴士的这个位置，这是地铁站啊。你看它这个写法应该是没错啊。哎，它那时间哪去了？有个时间啊，时间现在没有了。哎，不管它了。这个就是，这是那地铁，我操，修的他妈还挺屌的啊！这很多人在这排队吗？买什么呢？这是地铁票啊！这还个买地铁票，机器买吧。我就用机器买，这个好像能刷卡。